这老头骂你都是轻的，知道吗？不是有你这样的吗？这刚才眉飞色舞的，哎呀，我这收拾的跟那没入住的似的。废话，你都给人搬光了，不是你是人吗？你，我怎么不是人呢？我告诉你，我是超人呢，我一人扛离三人沙发下去卖的。不是你什么东西啊你？那老头能饶了你吗？哈，这王德生给我耍浑，就在楼道里边不依不饶的。那找地儿说理去。我心说了，倒退三十年，我怕你。怎么着？现在你都六十多了，我怕你这个？嗯，趁他不注意，啪！干嘛呀？我来打别子，摔人家，脸朝下，哭嚓摔地下。哎呀，我窜过去，骑他身上，屁着啪着这通打呀，不是？这不恶棍吗？这不是？哎呀，正在我为民除害的时候。什么为民除害啊你？这周围的街坊邻居听见动静了，都出来了。人得管你，哎，也怪我事先没打听清楚。怎么了？他住这楼啊，是天津体校的宿舍楼。体校的里边住的多数都是那退役的田径运动员呢。我这正使着劲呢，我抬头一看，哎呀，我要寡不敌众啊！这要真动起手来，我可能要落下风啊！赶紧跑啊你！当时我一窜身进屋了，哐当把防盗门给撞了。哼，嘿，这帮运动员噼里啪啦撞了，嘴里还不依不饶啊！出来分位！呵，好，你说这个运动员这个水平、这个素质怎么这么低呀？怎么？人家舔着脸还说人家呢，你？我也不怕他们。你怎么着？我隔着门跟他对骂。骂什么呀？我要出去，我才孙子呢！我呵。哎，这份泄气呀、啊！哎呀，我说硬拼估计是不行了。为了保存革命实力呀、怎么着？我先撤吧。怎么着？他们家这是三楼啊。哎，我顺窗户跳去就跑了，完了。我可告诉你啊，从这三楼往下跳可也有危险。哎呀，我一看，这我要摔得一瘸一拐的跳下去跟他们跑，我估计跑不过呀。你蹬一车都不是个啊，想辙吧你。干脆啊、我来一个免战高悬呢、怎么着啊？我出不去啊，你们也进不来，等你们稍微一松懈，我再想办法退。还憋着跑呢。哎，要说这田径运动太讨厌了。怎么了？他什么项目都有啊。我正隔着玻璃逗他们，我说：“要不然你们上来，哎，要不然你上来，上德行。”正这功夫，从楼里出来一个练撑杆跳的，完了，拿着杆一个箭步冲我就窜过来，我赶紧关窗户，哭嚓一下，这人就扑到我这玻璃上，嚯，真的，好家伙，一脚把玻璃踹碎，跳进来呀，好，一呼噜身上玻璃碴子揪着我脖领子，要倒霉你信吗？哎，对，要倒血霉了，我告诉你，门一开，呼啦超一帮人搀着王德成全进来了，把我摁在墙上就固定住了。我一看坏了，怎么了？这铁饼堵着我嗓子眼儿，铅球搁在我天灵盖，链球在我眼前晃，标枪对着我鼻子尖儿，好嘛！哎呀，我说千万别动啊，一动就剐了。不到十分钟，从派出所过来俩警察呀。一看呢，这警察跟王德成还认识，片警嘛。哎呦，老王，哎，这个您没事吧？回头一看，这帮群众摁着我。警察挑大拇哥呀，怎么呢？哎呀。见过那么多群众帮着抓坏人的，控制的这么瓷实的少啊！哎，对，这标枪顶着呢。行了行了，几位啊，把这运动器械先放下吧啊，他跑不了啊。老王，你报的警，你说说怎么回事吧？说吧。嘿，这王德成这没羞没臊这劲儿啊！谁没羞没臊？好家伙，拉着警察这通白回，说我怎么又偷他东西卖了？说我怎么打他又怎么骂他了？那油爆虾吃的满嘴流油，他怎么不说呀？人说得着这个吗？警察一看，行了，咱们这个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理吧，是吧？第一呢是拘留啊，必须的。第二是赔礼道歉呢，腾退房子。第三是包赔一切损失。哎，你说这警察他怎么当的？他应该站在我良民这角度想。你哪国的良民啊你？我告诉你，这已经便宜你了。说要拘留我，还拘留七天，赔礼道歉，腾退房子，说赔的全部损失一共是1500块钱，罪有应得。你拘留我，我认了。咱老话说得好，打了不发呀。
你说哪有赔他1500块钱？你这不废话吗？人破家值万贯，你把人东西倒卖了，你就得赔人钱。1500块钱？哎，哪儿1000？我这满兜就260块钱，你爱要不要吧？你赔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要当老赖还得法办你。你们讲理不讲理？谁不讲理啊？你我昨天给他1200的，那想黑吃黑呀、啊、你？那你1200给完了，还差300呢。我就260，一分都不能多了。你凭什么呀？油爆虾40呢，还算他的这？